借由以上的影片可以知道，目前交通号志主要是采用声音的方式来告知盲人目前路口的状态。这样的方式，盲人常常无法了解现在交通号志的描述，以及实际可以通过的方向是哪一边。为了补足这样的不足，所以我们试着开发智慧导盲机。我们的智慧导盲机分为两个区块，一个是行人号志系统，另外一个是盲人导盲装置。我们的行人号志系统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路口号志模拟，一个是主控台的部分。路口号志模拟就是模拟实际路口号志的状态。主控台的部分则负责将号志的坐标以及号志目前的状态，借由无线电讯号传送到盲人身上的号志信号接收器。由这个接收器接收无线电讯号，接着再经由蓝牙转发到手机的 APP。手机 APP 接收到蓝牙讯号之后，经由解码得到目前交通号志的坐标以及交通号志的状态，再经由手机本身的 GPS 定位系统得到目前盲人的坐标以及方向，便可计算出盲人与交通号志之间的相对距离以及方位，最后再以语音通知盲人。这些资讯使得盲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可以更为安全。Is red in front, 7 mete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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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in front, 6 meter is red in front, 5 meter is red in front, 48 second in front, 44 second in front, 41 second.In front, 38 second. In front, 34 second. In front, 63 second. In front, 28 second. In front, 25 second.